之前好，其实我觉得没有，其实我主要想来跟各位讲，各位请教，其实不是在讲我在做什么，因为我做的事情呢，其实我找到了，反正不管来做都没有好。来，首先呢，我要把这个视窗缩小，然后我直接回去了，然后问一下方一。我想问一下各位，大家好。那刚刚我已经介绍过我了，我叫吉正然，那叫我阿吉就好。我想问一下各位哈，在一场对 Maker 有兴趣的，有哪些是对 Maker 有兴趣？有兴趣吗？还没有兴趣问啊？那想要解决，大家都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吗？有谁？我先问一个下一个问题：谁在未来三年内想成立一间社会企业的？有吗？没有。那各位有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吗？我本身是长照业，那我在市面上有很多提供这种居家照护的这种服务，但是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。因为这些制造者他们都是从科技的角度来切入，是他本身对我们查找这个产业本身的理解并不够深，所以他们的东西跟我们的期望值是有很大落差，是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年自己开始研究，然后自己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，是，那可不可以更精确的讲？随便举例，比方说像那个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说家庭里面那个预测是。发生意外到的这个场所是，那目前市面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穿戴式装置。对，那实际上在我们的实物应用上，是我们的受照顾者不会想到穿戴。对，就是那个东西，因为他们感受是会变得比较敏感，对，很多舒适，对，所以他们无意识会有意识的情况下发掉，而且他们习惯性嘛，我洗澡的时候每天都会擦这样，对，觉得多，最终会有那种。对，他在里头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知道的。是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那能够给他帮忙一个对的其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题目非刚刚我们对大家很激烈，因为其实我也有客人要我做这种穿戴式装置。那其实从很早以前到现在，所有穿戴式，包含我们去 Stanford 那一次。他们就是也反省说，其实没有像我各位，是你有人有 Apple Watch 或手表吗？各位你自己你家里现在有没有手表？有买手表吗？有人买手表吗？你有人戴？对，那有我记得有一只 Apple Watch， 然后我到现在不太想戴它。所以当你的产品没有比 Apple Watch 更好戴的时候，人们为什么要戴它？所以穿戴式装置一起救这个问题。好，回过头来，其实我来回到我的问题哈，在很多年前，当我这小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台大，那时候我看到我父亲听不见，所以我就研究一个东西，想要让他能够，因为他那时候 GPS 手机嘛，那可是如果你关掉声音的时候，看用眼睛去看 GPS。会不会很舒服？答案是不会，尤其那个时代还是爬爬动，还不是 Google Map， 然后手机萤幕是这么大，不是这么大，现在是当中手机萤幕这么大。我的老爸50岁，他在听不到声音状况下，我帮他买了一台导航机，他根本不想看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能不能让导航机讲话？然后对我做，然后后来讲话没有用，因为我老爸根本听不见。所以我想说，那我能做一根手指，因为我跟我老爸开车都是这样讲，你看就在那边嘛，那边左转，其实他需要人不需要知道是国家那边左转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说，我能做一根手指来告诉他这件事就好。啊，做出来了，做出来一个打击是什么？好棒棒，你就送给你爸，然后老爸非干好，谢谢你，然后他继续开他的车。那我就学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想改变什么事情，好，你
你必须，或者是我老爸，就算我老爸很喜欢，也就这么一台。而且那一台我花了多少钱呢？大概不算我的薪水了啊，不要算我自己的薪水。光材料跟本子加起来，我为了打造那个原型品，大概花了可能有300,000左右。哇，一个手指，能用通过蓝牙，然后跟啪啪过敏，所以啪啪过就要左转手指去。那个壳8万块啦，因为一个壳没，那时候没3D电影啊。不要算我人工费了，不然就光是买材料，那边拆二了，那个壳就花30万。对，好，那然后在这就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啊，作为网吧不错了，但是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嘛。而在我做实验，我后来我就一直想改善 GPS 准度的问题，然后在那个过程中，我在台大。就那个台大跟台科大之间是基隆路，对不对？我就看到两个盲人走过去，很长哦，对不对？那一段很长，又走回来。我在那边做实验，走，你们又走回来，然后他们又走，又是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从我旁边走过去。我在那边两侧嘛，就看他们两个人走过来，走过去，走过来，我就开始有好奇心啊。我就反正他们看不见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对吧？他们看不见我啊，所以跟着他们。不会有人告警察来抓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是这位美女看到有人在，有个大叔在后面跟插门叫警察，反正盲人我去扒了没关系嘛，就走，然后走到他们就走到公感决定再走下去，然后我就一直走，我就看他们走来走去，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迷路了吗？”没有，他们说他们在熟悉地形，然后他说他们在做定向训练。哦，我就说，我就哦，什么叫地下训练？我这就有一位志愿者，好吗？一位志愿者，一位举手，各位先生，有人有帽子这一类东西吗？哦，有人有帽子或罩子这一类东西吗？借我一下。这 maker 是没什么那个，来眼睛摘下，摘下。好，请你把用这个遮住你的视线，尽量遮多少算多少。这个帽子，对，不知道算多少。好，那你跟眼镜我帮你拿。好，你大概在这边已经上坐了一个小时吧，对不对？你手上的唯一一个工具叫做白手杖。OK， 那以它的使用法，你就拿着这个棍子。与肩同宽，所以你可以去探测到哪里有障碍物。试试看，走到门口，就后面的门口，那是你到达的地方。提心吊胆，因为你随时每一个碰触都有可能是终点。
你就随时的，不像说你平常最后平常在劳碌的分会一边在想事情一边怎样，但是那个时候是你每敲一下的时候，你都在都是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，就是随时那个精神会比较强，在你的心理上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，两到三分钟的感觉，感觉对不对？对，谢谢，麻烦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这就是刚刚走过去只花三分钟吗？没有，可是心理上真的我走一次就是三分钟，我更长。好，这还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很宽广的走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时候看到，我就会觉得说啊，我只能帮我老爸，那有什么用？那我能不能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手机了，那时候是 HTC 最先开叫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出了一支叫做 HTC， 我忘掉是翼龙还是什么，一直卖很多嘛。那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个手机我那时候自己装了几个程式，就可以说啊，带我去办公室，然后带我去台大门口，或者是带我，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很正常吧 ，Siri 带我去台大，哦，我就带我去台大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能让用手机让盲人只避开那个呢？因为我看他们这样子走，你知道盲人怎么走吗？你现在看得见，所以你知道这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非常短的，我如果走过去15秒就到了。对盲人而言，这个路程是我闭上眼睛，我要记得，我那用那一根棍子。好，比如说假设我从这门口进来，我要记住除了视觉以外的所有特征。所以我这边，我这个是用铁门，然后会找一个这个，好，这是那个巨石架，巨石架以后我要往左找，哦，你找那个转角，刚刚也试图找转角，找转角以后你试图去追寻一个像这种障碍物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追击。好，有一个虚线可以让我用棍子去找到那条路线。然后我还要记得到这边以后，其实你刚刚到最后你已经不信任你的棍子，所以伸出你的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确定我到底到终点了没有，因为我怕那个桌子底下是空的，我怕你直接就碰撞了。对，这些东西在盲人，它不只是在室内安全的室内，它甚至在不安全的室外，它唯一的都是用这一根棍子，这就是它的手。好，我们有导盲砖，可是导盲砖上面有什么？导盲砖的末端有什么墙？好，我有一个图影片可以修，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修给各位。台湾导盲砖基本上，在现在的政府已经不认为它叫做无障碍设施了，因为盲人不能发动，盲人不能发动。好，我们很多导盲砖，我最喜欢的是古道镇棉花图，在大安森林公园的导盲，好，可能没有了。好，在大安森林公园的导盲砖，它在拆除之前做成什么样子呢？它做成一个正圆形。它怕你盲人方向感不够烂。好，你好不容易找到进那个大安森林公园的那一条，那个，因为它有四个，它是一个正圆形，有四个入口，所以你好不容易猜到，好像是这个。大安森林公园，因为车身在我背后，盲人是听车身的，然后好不容易猜到这个人，走，你会撞到什么？防止摩托车进入的障碍。好，好吧，没关系，这个东西我司空见惯，我踏进去，没了，没有，没有任何可以追击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我们花那么多钱盖导盲砖，全台湾花了有没有上亿元盖导盲砖？为什么实际上是无用的？甚至我到后来为了了解这个问题，我开始造访盲人团体。我们司空见惯，任何一个城乡步道上面都有导盲砖，对不对？站在那里说这是不是笑话？他说他们从来不走那条路。为什么不走那条路？废话，他们脚好好的，那你直接走楼梯上去干嘛？让我们有路走多大？所以从那时候我就，后来我就决定，那我来试试看改变现状，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。这是我去他们这件事情，对视障朋友来讲，最大的关卡就是我在外面，我安全吗？他是李静茹，双眼全盲，一面视障服务处主任，负责训练盲包型的安全。他想替学员多做一点，自己当下改变心态。
朋友专属的语音导航，李静茹带我们去巷口试用，看能不能找对方向走回来。它设定是30公尺，前就会提示。您即将抵达伊甸市政服务处，该在前方30公尺。行进间，我们第一个也会走得更有自信跟信心，然后在心理层面上面呢，也会觉得哈更有那种安全感。微风计划 App 是把找路的能力透过语音导航标签还给盲朋友。其实因为我没有办法拍片啊，没钱，所以但是记者很喜欢这个题目，所以每次我需要影片的，我就记者要来帮我说好吧，但是你要影片给我。好，像伊甸基金会，它的问题很简单。伊甸基金会是一个小巷子，每一个门都是一样的。那个就是台湾的小巷子，各位应该很熟悉。所以它的这个地方，他怎么知道他到这里呢？他不知道，所以走过头，走吧，走过头以后到再过头以后有一个牛肉面摊。如果碰到热气或者是闻到牛肉面，就往回走。然后走过去有个三太子庙，如果闻到香味，再往回走。所以他们只我在华人重建医院、伊甸基金会、整条成都路、台中那个中医大学都做了很多实验，想找出那个盲人的服务模式。这边是算相对简单的，因为只要在我们后来是在大概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名称，所以我走到这个地方就跟你讲啊，到了头转啊，所以他们很开心，就这样就解决他们的问题。然后，那这个东西后来在，我其实蛮想秀的，我看应该是可以，在这边又有更让人高兴的这个什么观点吗？又有更让人高兴的发展。哎，对不起，所以要把我电拉过来，那先把。先把这个 browser 拉过来，然后选屏幕，它在我们不熟的空间里面，它可以告诉我们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，那我们就要就是自己判断我要去哪里，然后沿着它指示我们的方向走。对，那这跟以往的传统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传统我们就比较常使用的是导航杖，那导航杖的话，我们比较容易撞到一些东西。那这边的话，它例如说旁边有书柜，它会告诉我们。因此，我们接了一个 APP， 这个 APP 就可以告诉这个视障朋友。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周遭的一个状态。这边在这个实验里面，我这都发布很多哈。在实验里面，中兴大学图书馆1楼到3楼，这来回大概是70公尺的距离。那这个小朋友他从来没有去过，在一辈子好久了，有一辈就去走过大概3分钟、5分、10分钟左右。那在我们这第一次实验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一定走不完，结果他在第一次实验就。从大门口一路走进去，走到3楼，然后走到华盛顿，一直走出来。一个盲人在没有人带的状况下，第一次到一个场域就完成所有行为。过去其实以我自己设备过的各种障碍，实际经验上是没有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去美国回来，我说那个已经作假，绝对是玩假。然后在这个所以我们经过很多。可是我那时候又在想一件事情，如果只是我做爽，我做不了多少了，我就算送币肯定送不了多少了，我就破产回家回去工作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有没有一个循环的机会，让因为这种东西呢，如果不能赚钱，就连我老公家都不想理我，我老公家都说，哎呀，我捐你一点钱，然后搞华硕嘛。但是我说，哎，我说这个东西很好啊，对华硕很好。我那时候想做一个那个最早想做盲人的时候，这很简单啊，你们华硕写个 APP 就好。华硕说我给你一笔钱，但是你去处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，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，对哦，没赚钱嘛，没赚钱华硕就不会投资于，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能不能做一个共生的体系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些 Beacon 本身是拿来打广告，
好，那既然他能打广告，那这些电信商啊什么就把屏全部去挖，然后来卖广告。好，那、啊、你这个盲人就会受到都就会有好处吗？对不对？盲人有好处，盲人有好处的话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些电信商就少交一点租金给你，因为他帮你做政绩嘛，这个变成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个正向循环。那刚好国家去年有一个叫做四期科专的计划，结果这些电信商还真买单的，所以今年你们去关西休息站，去那个今年刚刚最近在用的叫泰安休息站，啊，还有很多友善餐厅，中华电信大概用会陆续雇一万个这个东西，哎，其中有些会拿来给盲人用。好，所以我的想法，第一阶段的光计划算是获得肯定。好，然后我就在这里面，我又遇到一个问题。就是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发觉你们看那个中医大学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毕竟它不是那么准确的东西，它可能，比如说我要转弯，它多走了三步，差不多三步是五，三到五步是我可以侦测的范围，所以它可能在这边就转，也有可能在这边就转。我怕的事情是，比如说我毕竟过了这条动线。就他走到国外去，我没办法把他找回来。那为了像中医大学那个比较那个东西，我在那个路线上调校，光高铁就坐了20来趟，所以这个计划我认为还不够 real。那我一直在想说，这个东西如果不够 real， 电信商做完就没有就不会做啦，那我怎么办？所以我后来就做了这个东西。我现在 Facebook 上有个这个是微光计划，因为很多人关心，所以我都把我的进度给他们看。我们做了这个实验，这声音怎么开？有开吗？我把它开大一点，就是做不到。哇，这是我们现在把 beacon 藏起来了，请这位人士来找你 beacon 的位置。就是我那时候我在中医大学发现什么问题，是中医大学的那个图书馆门口有个爱心服务铃，好，可是盲人怎么会知道那边有爱心服务铃？再来，就算我知道那边有爱心服务铃，我要怎么去摸到那个爱心？对不对？你们刚刚有看到影片，他在电梯那个，他是每天在摸索。我即使替他们解决了大定位、小定位还是要帮他们，他那个图书馆那个栅栏，大家都说。我们都很正常，我们拿着 ID 卡 B 就走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不知道把 ID 卡放到哪里，对不对？他怎么知道要放到那边 B 的？所以后来我就那个刚刚我就在应该是其中某一样的，我们就开始想说，哎，那其实听音辨位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嘛？那我们就在一个，我们就很 maker 啊，就这个，我就把我的 beacon 挖了个洞，然后放了一个喇叭上去。然后手机可以叫他发出声音，所以刚刚那个他是用手机发声音的，所以我可以精确地听到他在哪边，对不对？他在中医大学那一天，盲人就用那个东西去刷卡，因为他听到哔哔哔，他就知道卡就把摆过去就对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慢慢的保护。我们现在开始把除了这个 beacon 已经是实际上已经在可以用以外，我们最后还在做这个，就是台北盲人红绿灯。因为我后来发觉这些东西哈，有些东西都只能在那种大电梯上花很多钱做，我们能做的很少，所以我们要再高科技。所以我们最后锁定了交通红绿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市民大道，市民大道超级宽，对不对？尤其在那个
光华商场那边，那是十几线道，我们在那边走，开玩笑，就我亲眼就是看到有盲人走过去，然后就路人赶快拉住他，不然真的会出事。台北有2500个路口，各位猜猜我们有几个路口有光华人靠住？猜三个数字啊？你觉得几趴就好？首善之都，国际城市，一个民宅就有意义。5%，操作者120%，5%。猜猜看，目前剩几个好？你再猜中。比例就好，比例好。比例啊、哦？你说122个里面只剩几个好？大概只有10%。三成。三成就好，其他都是坏的。去按，各位试试看，看到那个按钮对不对？去按它，看它是不好，基本上都是坏的。好，所以。为什么台北不继续装呢？你知道台北一个民宅可以卖到1亿元，台北总共花在这个玩意儿上4800万买的，一个10万块，这么贵，对，所以我很火大，而且这个10万块当上去，平均每3个会有一个会被打电话来抗议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哔哔哔，店家、商户、住户会打电话来嫌太吵，所以生意要调小以后，对不起。你们去盲人空间越看，你就听到人耳朵到旁边都听不见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火，他妈一个为什么要12万？我自己来做行吧？好，我去大陆买车，我自己来做，说话的声音，我不但可以哔哔啾啾啾，我还可以告诉他你面对哪里，还剩几秒，用手机来讲话，这样就可以解决那个声音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再大声干嘛要用盲人说？为什么不让盲人说？现在盲人手机普及率超高的，所以就是微光金花二代，感谢 Keep Working 有一个那个Johnny Walker， 他每年有一个梦想支付计划，然后他赞助我，所以让我现在决定打造这个东西。啊，如果这个东西打造出来，我决定也还是一个3。为什么？政府不需要一个12万，我折半卖我都赚。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做全世界最先进的导航号，这个东西装上去不是哔哔哔啾啾啾，而是告诉你，你现在在中山东路光华南路口朝北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红绿灯升起，我手机想不出什么问题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希望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一直抱着一个目标，我希望这个不大的改变，好，这个东西改变不大，但是我希望是不是能够。3年后、5年后，全世界都在像小绿人，全世界都在用的新一代盲人装置，是我做的。谢谢各位。